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自责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游泳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谁知道想的要继续奔跑。你不想像是狗的吗？我知道你要困扰你的过程，在这里逃跑，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。别假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，最初的那美好。下一个吧，反正明天不是你。